零好一组五尾哈，老师讲过哈，在群组有跟你们讲过哈，我们做那个是一组有五尾哈，一组我们两班肌肉师，我们这就一组有五尾，一组五尾呢，帮老师拿走，好，这个四块，好，拿走四块，是，四块哈，这个你要写在讲义上面哈，讲义上面老师没有加冬粉两四，这个冬粉啊四块称一下哈，多重？好，等一下哈，我把冬粉称给你们看哈。好，因为我都是用它的四块哈，140，这个四块，这个好。所以等一下大家领走一个一组有就四块冬粉哈，四块冬粉哈，四块哈，放在这个里面，等一下我们用温水哈。温水泡了十分钟哦，里面老师有煮开水哈，大锅那个，你去把这个瓢子哈，去加冷水，捞热水，然后加一点冷水，温度大约40到45度，把泡这个东西哈，泡10到12分钟，哦，你装冷水哈，去捞那个锅里面那个热水，把它稀释，让那个温度降下来，因为那个冒很烫的水，哦，你用水。好，温水去泡，不要热水去泡，因为热水去泡的话，你没有拿捏好，变成那个冬粉会烂掉。哦，我们需要冬粉有脆感觉，哦，有一点哦，凉拌那种。哦，四块哈，去这个去装水，装冷水，然后再捞热水把它稀释一下，让它温度降到大概4到45度，再倒在这个里面 ，OK 吗 ？OK。好，然后我们再。弄好了，老师再帮你计时时间，哦，大约10到12分钟，哦，10到12分钟好了，我们再去冲一点冷水，冲一边饮水机的冰水，海异味哈，哦，你要代表异味哈，过去把那个盆子去装热冷水，装好冷水再捞热水进去，哦，捞热水进去，哦，好，来，温度就是你可以把它手进去的，好，不会烫到手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先把这个做好。帮老师拿一根盐巴。大概10到15分钟，盐巴放一点点进来。对，盐巴哈，我们把加一点盐巴，为了汤鸡肉有一点那个味道，好，我们把那个盐巴放进来，好，让它那个鸡肉有味道。好，水滚了就下鸡胸肉，好，鸡胸肉有洗干净了哈，洗干净了下进去。下进去了，我们就是加点盐巴，让鸡胸肉它吸收那个盐巴那个味道，让它那个鸡胸肉有味道。好 ，OK。好，就差不多这样子一瓢进去就好。然后我们把它煮熟哈，煮熟。知道熟不熟？我们拿起来用剪刀切一下。好，有没有水？还没熟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说还没熟哈。好。我们剪一下哈，还没，因为它是冷冻的，刚才有退冰一阵子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放着就不管了，等到它大概5分钟，好，我们试定5分钟。哦，那个冬粉刚才放下去的时候有没有试定时间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有糟糕。他说试定10分钟或12分钟啊，刚才讲过啦，哎呦，弄不听，都没注意听。大概10到12分钟哈，因为依照你们那个水温度，如果你们水比较烫的话，我们时间会比较短一点哦，不然泡太久。对，它也会熟哦。哦，如果你那个泡太久的话，那个冬粉烂掉，它没有脆感，没脆感就凉拌就不好吃了。哦，知道吗？它有一点脆感。40到45度哈，你手放进去的时候，它不会烫到手，这样泡温泉那种温度，然后你就泡进去哈，那是定10到12分钟。哦，就这样子。好，你不用担心这个水，我们等一下还会用饮水机的冰水来把它冲洗一下。为什么我们用冰水来冲洗？第一个是把它的
就来嘴巴洗干净。第二个就把那个他遇到冷水的时候，冰水，如果家里有冰块的话，把它倒进冰块里面去，让那个它更有脆感。知道吗？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还会用饮水机的冰水来冲洗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，哎，这个是不是我们用那个自来水，是会不健康啊、脏脏啊，都不会担，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还会用饮水机来洗。泡完了就洗完之后就可以拌了。是的。要不用过热水一下？不用啊，已经熟了，一定会熟的。泡完了熟吗？对，会熟，会熟。你们那个花膏要不要改？不用改。不用，没关系，白的就好。白的就好了。对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现在开始给它煮哈，没有关系哈。我们再回到，哦，这个大概三分钟后就可以，三五分钟就差不多。做今天的凉拌，哦。对，还有红萝卜，哦。哦，还有小黄瓜。拌好给你，没有拌好给你，拌好给你就用示范就好，没有参与感，不够刺激。OK， 把它捞起来，我现在要快。趁冷水，等一下，好，好，等一下哈。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再一下下，来一条给我。哎，等一下摇起来还不够，摇下去有点硬硬，那就是不够。你没吃过哈、哦？没吃过泡水的、哦？不是没吃过泡水的。我说我们的实验还不够。对，有。可是从冬阴菜的切完之后啊，我们要开始吗？要洗。会不行不行。洗一下应该。对。洗一下，然后泡在冰块里面。对，这个高丽菜、小黄瓜都切丝好的时候，你就是丢在冰块里面，洗干净，过滤好的丢在冰块里面，它才会脆。好，我们需要它的脆感。哦，高丽菜，所有这个东西除了红萝卜之外，哦，所有红萝卜之外，我们都会切丝，哈、哦，切丝，哦。切丝好了，就是我们就把洗干净好，丢在冰块里面，哦，丢在冰块里面，哦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用那个冬那个网子嘛，把它沥水，把它沥干，哦，不要有水哦，然后再把它装在袋子里面放冰箱冷藏，哦，如果你马上吃的话，就沥干好的就直接吃，直接拌了，哦，啊，如果说你没有那个。你没有马上吃的话，就像老师这样子做好，这样放冷藏哦。今天再带过来用就没有关系哦。哦，等一下大家抓的时候呢，要稍微均匀一些哈、哦，因为下面应该翻不到，因为钢盆太小。好、哦，钢盆太小，应该下面混合不到哈、哦。下面这个、啊、高丽菜呀、啊。对，混合均匀哈、哦。你要混合均匀啊，你等一下抓过去拌啊。哦，你要稍微混合均匀。哦，就像把那个蔬菜，因为下面都是高丽菜嘛，上面就有小黄瓜的，要混合均匀哦。所以你抓的时候要稍微小心，把它全部都抓得到，不然你都没有小黄瓜，都没有红萝卜，也口感不好。老师，那个高丽菜中间那个白色要切掉，那个要切掉。对，要切掉，不能用哈、哦。好了 ，OK， 那大家先把重量哈、哦，你看讲义上面重量多少？600克。哦，所以你们拿600克装到你的盆子上面。嗯 ，OK， 这个冬粉可以了。哦，好了吗？好、哦，把它过滤，用那个网子把它过滤哈、哦，一定要把水过滤干净哦，哈、哦，不然等一下我们的凉拌里面都是。这个还不够。还不够。对吗？这个刚才我试吃那个吗？你没有把它弄死啊？还要再泡一次哦。看泡的水好的还不够，弄热水把它冲一下，锅子里面的热水。要怎么样？对，不要太硬。你摸起来也知道，有点咕溜咕溜的，摸起来有点咕溜咕溜，不会烂烂。这个有没有感觉？这个咕溜咕溜的感觉不是硬硬的，你们看到？
就是熟的，好，摸起来是咕溜咕溜的，哎，像这种的咕溜咕溜的。好 ，OK， 这个是谁的？这是多出来的。哦，多出来的是一半，好，一半一半的量。好，好来了来了来了哈。好，你们的冬粉处理的方式是像这组一样哦，哈，要处理的方式像这组一样，它是这样咕噜咕噜的，哈，然后是冷的，它不是热的，所以你要冲洗到变成冷却的，哈，不能给它热热，因为如果你热热的话，你的米那个面条它会再继续发，继续烂，哦，一定让它冷却。如果在家里的话，可以丢冰块在里面，哦，丢冰块在里面，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冰块，所以只能用冷水去把它冲洗干净。老师摸起来好像是可以哦，要咕溜咕溜的哈，哎、欸，对，还是硬，有吗？还是硬，有一些硬。哎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，你摸这个很。再一分钟，再一分钟。我们整块放好，对，要冷却，好 ，OK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酱做酱制哈。哦，鸡胸肉，等一下拿过来，鸡胸肉可以拿过来。来，老师戴个手套。好，我先戴个手套咯。好，鸡胸肉没有关系啊，鸡胸肉也是哦，哈，鸡胸肉如果家里有冰块的话，给它泡在冰块里面，让鸡胸肉它更有弹性。哦，冰块丢在那个鸡胸肉里面，让它更有弹性。好，可是我们这边没有哈，没有冰块，我们就照这样子就好。哦，鸡胸肉呢？哦，你们戴手套的哈。今等一下哈，我们五个，你们五个人里面要选出一个人哈，一个人就等一下要戴两只手套。哦，戴两个手套呢，要把那个鸡块，哦，鸡胸肉去剥，哦，剥开，剥开就放在这里面。哦，一个人就拿两个鸡胸。一组两个。对，一组是，哎，对，一组哈，一组。哦，要称一下哈，鸡胸哦，可以称一下。对，鸡胸上面讲义上面有写啊。鸡胸肉300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称一下，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因为我们还没煮熟的300，应该是这个差不多。哦，有没有270？哦，就差不多这两个胸。好，就拿那两个胸过去就好。不用称，就拿两个胸过去。好，一个人分两个胸哈。我先直接吃到这个菜盆里哦。对，直接吃到菜盆里。哦，还有没？这边里了，这边。这边有没有比较大的、比较小的？组合一下。OK。好，谁的？我们拿的。我拿了。好，都拿了，对不对？哦。戴手套把它那个鸡胸肉剥开哈，剥丝丝的，把它丢在那个菜里面。我们还有一个这个。手套在哪里？多一分吗？妹妹，你要手套吗？没煮都有了吗？妹妹，你呢？好，拿戴手套哈，戴手套把它剥开哈，剥开鸡胸。一个人半条，看谁要动。好，好了吗？那另外一个人来帮老师做他的姜哦。来，我们照讲义上面。哦，我们照讲义上面，照讲义上面有那个蒜头、柠檬。来。哦，你们一组，这样快哈、哦，一个人把那个鸡胸哈、哦，一个人来准备酱料，等一下酱料倒过去就 OK 哈、哦，可以拌了。所以我们你们一组是派一个人过来，
哦，再做这样子。等一下哈，来来做姜汁哈，我们照讲义上面，讲义上面我们那个柠檬要多少？好，好，我们就称柠檬七十克。哦，这个口味呢，依老师觉得好吃的口味，如果你们觉得不够酸哦，不够咸，不够甜，一个人去，哦，去增加你们的，哦。柠檬好鱼露，纯柠檬汁，这是我昨天自己压的。哦，我去买那个柠檬过来，一个一个压装在瓶子里面。哦，瓶子也消毒过。啊，老师，你是压的吗？不是要现成的那种柠檬？没有，我自己压的。我去买柠檬，新鲜的柠檬来压。哦，七十柠檬，然后我们就加鱼露80。这个鱼露呢，老师没有下那么多哈、哦。如果你们以东南亚的口味，可能会通会下比较多的柠檬，那个鱼露。可是我这个口味呢，以台湾可以接受的，没有鱼露的味道。哦，因为如果你们来开店要做生意的话，你要以台湾的客人为主，你不能说以你们东南亚那个鱼味的很重那种鱼露很重那种味道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所以。这个口味呢，你们等一下吃吃看，就不会有鱼露那么重的味道，就是应该不会有味道，哦。所以里面你看老师有加盐巴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因为鱼露如果不够咸的话，我们就会再加盐巴。鱼露本来是很咸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所以我们就会加盐巴。哦，盐巴在哪儿？所以它这个鱼露是盐巴那边。那是糖。老师，它这个鱼露是不咸的。鱼露本来就咸。那边了，那里鱼露本来就会咸啊，怎么鱼露不咸？我是盐巴一样的，鱼露本来会咸啊。我知道，而且它带那个臭臭的味道啊。你说东南亚跟台湾的是这种比较不咸吗、啊？不是的，比较少而已。哦，比较少。没有啦，你加少了。盐巴要放多少？哦，盐巴要放20。对，我是差不多这两。我是刚刚听他的口。那个口味说东南亚跟台湾不一样，就是鱼露不要下那么重了、啊，下太重了会大意。哎呦，二十好多，二十了，15。哦，我直接不是。好，我先这样子就好。小朋友不会，因为你很多啊。然后再好，这一碗呢，我要多给你们，因为我只是一半。我就是跟你们一半的量，因为剩下那个我在做的，所以这个是给你们的哈，叫那个比那个示范给你们看。好，所以这一碗看谁要拿走哈。好，那现在得糖100克哈，糖哦，糖先让你们，如果你们在家里用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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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糖，东南亚那个糖，椰糖，不是椰糖，那个那个那个在这里啊，没做啊。那个中榕树那个什么？中榈糖哈、哦，好，你就是用中榈糖哦，啊，用二糖二砂的会比较香哈、哦，可是二砂不够，所以今天等一下用到特砂哈、哦。好，好，那我们蒜头呢？我们蒜头呢？今天老师做两种哈、哦，一个是白的，一个那个红蒜头的哈、哦。那你们可以算，哦，先搅拌一下，对，好，给他，给他，嗯，我示范这个啊，等一下你们再自己去混合哈，好，对，但是我要算，好，你要算哈，好，算的时候我们就照上面哈，蒜末有白蒜末30或是红蒜末30都可以，那我们就是各一半，好，所以，哦，白蒜末跟红蒜末都是加起来大概30克哈。哦，所以15克的白蒜末跟红，哦，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哈、哦，加进去哈、哦。啊，如果你在家里喜欢酸了，你想多加，那你就多加，都没有关系哈、哦，都没有关系。蒜啊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子就好了哈、哦。好，先，你们吃橙子在那边，还有橙子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你就做。冬粉加好了吗？不是拌一拌就好了。对，先倒这个去拌，先不要下冬粉，不然冬粉会吸收这个姜汁里面，就会咸掉。哦，冬粉先不要下哦，来，冬粉先不要下，因为冬粉它会吸收这个姜汁进去，如果吸收姜汁进去，它就会很咸哦。
哦，所以我们先拌那个拌那个蔬菜哦，让蔬菜加入这个倒进去，对，倒进去哈、哦，拌手套搅拌搅拌哈、哦。OK， 如果喜欢放辣椒的，这边有放辣椒哈、哦。好，花生称起来，花生几克啊、哦？上面有写花生几克。好，花生最后面再放哦，不然花生会烂掉，不会脆。你要吃的时候再加花生。所以如果你们要带回家的话，花生不要放进去。如果等一下我们要吃的话，花生再加进去。如果你们要带回家的话，花生等一下大家分一分一点点，装个袋子带回去，等到你要吃再放上面，不然的花生它对。哎，对，翻好再加冬粉哦。不行的。先放一下，先放均匀，让它入味。先把蔬菜那个跟鸡胸肉入味，入味好你才可以拌那个。哎呦，好聪明的你！老师，你在调那个酱料？对。对，就倒进去。对。好吃吗？那帮你搬，帮你搬。酱料。对，再调酱料。好，我现在就调，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。好，我再示范。要加九层塔？有啊。现在就可以加，现在可以加花生，除了花生之外，花生之外。还没。好，你看哦，老师下了哈，酱料了，这已经下了哈。哦，开始搅拌。对。哦，开始搅拌哈。这个剪刀在哪里？这可以了。对，可以了，我就倒进去。要剪刀嘞。哎，剪刀是谁拿剪刀走了？那个郭丽的呢？给老师一下郭丽的网子哦，对，网子拿过来。等一下多出来的汁，我要拌来的。要改。好，冬粉下了。啊，如果你们要带回去再下那个花生哦。那汁泡一泡才好吃。好了。蒸。好，那我们去蒸。对，我们现在去蒸发糕了哈、哦，这边已经示范完毕，25分钟而已，我们还来得及下课时间。我们12:30才下课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放，再放。好，九层塔下喽，哦。先不要下辣椒，看你们回去。老师，我可以拿辣椒吗？这边，都准备给你们的、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哦，你吃。老师的那个漂亮的那个，把它点起来。他帮你放到那个盒子里了。我故意放在有吗？有吗？九千塔有。他帮你放到这个盒子里了。有漂亮的吗？对。有把它点一个几个漂亮的，把它摆在上面点缀。好 ，OK 了。来看我们的成品。好，清桌。我们的成品。